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今天呢，是我跟博让老师，我们两个人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啊。博让老师呢，这个作为公司的领导啊，然后得掌握这个船的走向啊，掌舵，所以说呢，事儿太多啊，现在又要跟一个什么什么。分销这个咱们这个 CBD 产品的一个好像还在开会啊，那么我跟博让老师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吧，啊，今天的盘面很精彩，博让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今天的盘面不太精彩，我没感觉出来有什么，我觉得很精彩，没感觉出来，因为今天呢，反正也还行吧，反正三大指数涨跌互现了，标普和标普又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道琼呢下跌，然后纳斯达克上涨，这个呢也和我们前两天一个想法一致。那标普呢已经冲高向下呢，把缺口已经给今天给填补完全了，但是道琼斯呢这个缺口没有补完，道琼斯的缺口没有补完，明天我们再观看一下能不能低开高走，这个是我明天对于市场的预期，低开高走或者直接就一路高开高走都可以。如果明天还下行的话，这个支撑就是在二十天均线，道琼大约是在21247点，然后呢标普的支撑比较好找，标普的支撑可能要找到2427点的这个位置。我还是比较乐观，因为我觉得以标普来看的话，缺口已经填补完全，站稳二十天均线的话，应该是做的一个是向上进攻的一个状态。那纳斯达克呢，今天非常强劲啊，整体呈现了一个拒不下跌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日线形态上来看，已经在这个地方形成的是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状态。如果打开是小时线的话呢，会更加的明显。这是在小时线上面是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状态。我们以这个一小时为例，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关注的点位是这个区间向下做一个回调。那不排除这个市场在这个地方呢会直接的拉高向上，继续的向上推涨。这个可以找到前期这一块时间向上突破之后呢，也是留下了缺口。间断一回调之后继续走高，然后开始刷阴线下来。所以如果向上突破的话，我们还是配合上道指和标普的走势呢，继续看涨这个市场。等待接下来的某一天出现某一些的意外的事件，让市场啪深度回调打到支撑，然后填补缺口。这个是目前来看，从小时线上来看，双底的结构明显，意图向上冲击，应该是一个要继续突破的一个行情。这个就是今天的大盘，没有什么今天原油跌惨了，就油跌的啊，原油是沙特这边说，除非伊朗参与我们的这个计划，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个油价真正的做一个减产协议，那就相当于前面之前说的话那都白说了，喊了半年多呢，白说了，把这油价喊上去之后，他们就说，这个原来我们这减产是一个嘴上的功夫。然后昨天沙特还突然把王储给废了，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新闻，不是不太重要，这个主要是原油呢一个重挫达到了42块钱，这个是创下了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下挫，相当于是我记得是自1997年开始最大的一个下半年开始的一个跌幅。暴跌，那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我们还是那个先期的预期点位41块钱下方附近，在这个区域是前期呢有支撑可循，我们要看一下市场是否会在这个地方向上反弹一下。Jason 老师觉得这个地方能不能撑住？昨天已经有朋友问这个问题了，当时看这个盘势的话，也是一小时图的这种下降的形态和这种。从52块钱这一路下行的形态的共振点大概就在42、41这一带，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有所反弹，而且前期的低点，前期的低点的位置也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有一个反弹需求，现在唯一的问题啊，唯一的问题是这一轮的反弹呢，可能不会像前面这两轮来的比较猛烈，因为前面这两轮我们看。前面的下跌式的时候都是相对是一个简单形态啊，就直接第一次就直接打下，第二次呢打下去稍微横向再打啊，相对简单，但是这一次的这种下跌过程呢是一个震荡盘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中间的话呢有很多
想抄底、抢反弹、想抄抢反弹的这种节奏的资金的话呢，当然在期货市场当然就是那个保证金直接就平掉了。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呢，这个台阶是一步一步压下来的，所以说呢，这次的反弹呢，恐怕在45块钱啊这个颈线位的这个位置上，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阻力了。所以说呢，这次的反弹高度，不能希望它再次反弹到这条压力线上，这个位置49块钱左右吧，就是不要希望弹这么高，因为它这个下降形态是比较复杂。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像这种情况的话，即便是向上，恐怕也是一个台阶震荡上去才可以。就这个是今天市场当中原油方面的一个重挫，拖累了整个能源板块，那也相对应的是对大盘呢略微的有所打压，但是影响不大。真正能让标普和纳指，标普和道琼向下回调的，其实这个原油所带来的一个利空性并不是那么的强烈，因为标普这么看还算不错的。整个纳斯达克今天之所以强劲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生物科技，强势的一个拉动 ，IBB。其实如果我们单看的话，说能源板块的一个下跌，生物科技的一个上涨，这么来看的话，道琼今天反而应该是涨的，因为道琼当中能源板块只有两个，埃克森美孚还有雪佛龙，但是道琼当中生物科技 healthcare 板块呢却有很多 UNH， 然后辉瑞MRK 等等的都是在道琼的股票里面，可能占的比重略微有偏颇，但是从这个煽动性来看，还是生物科技占的多一点。可是呢，今天道琼还是一个疲软 ，IBB 大幅度向上走高，反正差不多了，可以这个涨势在这个位置下呢，我们无法判断股票能冲高到什么地方，只能做到的就是逢高，像Jason老师的做法一样，稍微减减仓，然后你也不知道它回调到什么地方，就是达到8天均线也行，向下回调到这个300块钱的前期的突破点也行，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承受力，想要拿多少利润，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一个状态了。对。昨天在那个文章当中也写了，这个生物制药就是白宫那儿又出来，我估计他们只要医改，肯定拿药价下手，这边的话多收点老百姓的医保的这个投保的这种金额，这边的话再压一压药价，中间的差价就出来了，他们就是把这个当买卖做，本质就是这样啊，本质就这样，因为他只有中间出来差价，他才能说，我们是不是给企业减减税？他得保证他这个国家机构的运转过程。所以，投资生物科技的话呢，还是啊，这个咱们老策略，逢高减磅啊，逢高减磅。好，今天阿里巴巴涨了3.55%，还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在最新的这个底特律大会上面呢，马云是和很多的美国的中小企业的老板还有一些投资人是见面会，会议上呢，马云这一次强调，他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这个工业革命都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人工智能是第三次的一个转革，也许会造成新的这个世界大战啊，当然这个说的有点远，我们先不说。但是马云认为呢，未来几十年，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是因为美国的内需拉动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经济增长。那接下来的一个亮点在于中国的内需，中国的内需会拉动，接棒美国，成为下一个全球增长的一个要点。那阿里巴巴想做的就是帮助美国的中小企业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做一个互流，就这个交流。马云说有句话说挺有意思，他说阿里巴巴不是电商。这个就跟他以前说他自己没有钱一样，一个道理啊。其实阿里巴巴说到底，它就是一个电商，它可能未来要转型。他说他是为了帮助这些小电商们去更好的对抗亚马逊等这些大的公司。预计未来30年可能会给美国创造100万的就业岗位。大家反正还是有个憧憬在吧。阿里巴巴今天大幅度的走高，福特和特斯拉都搬出去了，他搬进来了。互相交流呗。对，阿里巴巴呢，我们的想法，长线投资无所谓价格，这个点位也会翻倍。那如果是短线的话，比较在意这个入场点位，现在是有点高了，我倾向于向下回落一下，看看能不能去试探这个高点啊。我觉得 AMD 表现挺明显，AMD 呢，昨天我减仓了
正好在这个低点我们入场了，然后昨天减仓了三分之一，今天在高点的时候呢又减仓了三分之一，然后整个期权仓位是昨天减半，今天又减半，然后就剩全部都剩下了一点点底仓，这个呢就准备就当底仓了，就一直持有了。今天卖掉主要是因为昨天卖掉是因为不知道能否突破上升三角的这个趋势，感觉上应该能突破，所以减三分之一。那今天在这个点位卖掉三分之一呢，又是因为上行通道已经到了，可能会有一个遇阻回落的一个动作，但看这个架势的话是简短回落还得往上冲啊，15.55的这个前期高点肯定是要给破掉了。对，我就等破掉之后我再看，突破以后再买啊，突破以后再说。那如果在突破之前先回调的话还买不买？不，也不买。不买，太我这很保守的，马上就要实盘了，所以我必须把我那个交易记录这个保持好，交易纪律啊，交易纪律。实盘开的有点晚，要不然的话这一单 AMD 我是接下来半年我月月都可以拿奖金了，稍微有点晚。是一期一期比吧，我也不太知道，如果按总排名的话一个股票花翻四倍那完了，这一年基本上别的分析师我听他们的热情就没了。我听他们的意思是好像是要怎么看，那你要是想想的话，如果我老是做 spread， 我老是稳定的话，我每个月收那么个10000块钱，收那么个几百块钱，收几百块钱，到最后我感觉累积下来也许还能是最多的，但是一次奖金都拿不到，这也挺委屈的。但是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得到的咱们 VIP 的这些粉丝的这种热情会很高。嗯，是热情会很高。你要说今天咣我一翻倍，明天啪一个什么这样的话，我估计就这个会员们就跟那个骑那个疯牛牛仔的那种感觉是啊，这种可能有的会员可能就觉得非常刺激，但是有的会员可能说不行不行，我还是做策略稳稳当当，一年收进了30%-50%就成了。所以说可能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觉得。对 ，AMD 已经差不多处理了，就剩点底仓了，就一直持有了。如果在突破之前，我估计你底仓基本上成本就咔咔咔咔了吧。这底仓就不会再去动它了，这个是才11块钱。就说十一、你的今天14减了三分之一，三块钱降下3块，然后昨天又降下2块，降下5块。这样五块，我也是跟不上你。十一呢，就是合到5块钱左右吧。你要是股票的话，底仓可能是要不算 option 的话，那算上把 option 盈利也算上，那我现在零成本了。啊，你股票就零成本了。行。嗯，这就是期权和股票的一个配合。怎么不知道你这怎么算？跟不上。你就这么说吧，你投入的 option 和股票的资金，通过你减三分之一和减 option， 你现在的资金是不是已经回来了？我这个数字不太敏感，我是基本上我们首期是2000股，三分之一的往外平，现在就剩了差不多600股，就这样。option 的翻倍了。option 买的不多 ，option 那个账户我们是7000块钱的账户，嗯，然后我当时总共当时做的时候已经买了2000股的这个，我 option AMD 只买了8口，嗯，只买了8口，所以 option 买的非常少，这个是基于那个7000块钱账户的这个额度来的，嗯，然后昨天就减了一半，然后就。反正今天早晨看的时候是，投了600块钱好像，然后已经就翻倍了，就700多块钱。对，然后还有几口没平，就1000块钱吧，就。明天再把 option 平了，把 option 平了，基本上你的股票底仓就我感觉着就零了，零成本。啊，不平了，这个底仓就。option 也不平了。option 也不平了 ，option 买到的是9月份的，不平了。这个都是底仓，然后冲高回落。逮着蛤蟆别钻出尿来，弄一手回来。不是因为呢，首先盈利已经够了，然后其次是从这个点位下的话，应该是会有回落的。回调的时候再补一仓，等突破15.55。这个 AMD 向上突破的趋势比较明显，所以这个看吧，还得拿一段时间。不过你成本降下来了，因为今天盘中有朋友问那个 NVDA 嘛，NVDA 的话，我一看那个分时线30分钟图分时线就不是特别好看，不是特别。首先来说是上涨过程，急涨、缓涨、再急涨，然后一个大阴线下来，然后再往上涨的时候，这个角度特别缓，尤其在30分钟图里边角度特别缓。我这个 NVDA 的话，并不是特别看的图形，并不是特别好，并不是特别好。这个如果老大哥倒下了，那 AMD 的话也有点。NVDA 呢，反正我倒感觉在这个状态下还是能涨的，因为我从前两天纳指暴跌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任何资金逃离的迹象，
反而都是在逢低吸纳，而且这两天缓得这么稳。再包括还有这个 Facebook， 嗯，还有 Facebook， 我觉得有大家呢都不错，我觉得新高就在眼前。Facebook 是今天盘中有朋友问我说 Facebook 创新高的概率很大，我觉得带着 NVDA 大家一起走新高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可以。还有包括这个 CRM， 这也是我现在持有的一个仓位，都没什么问题，应该是都是应该可以涨的。就包括还有一个疲软的这个迪士尼，其实最近操作也有好也有不好。迪士尼呢，从我在这个点位买的，我觉得出现了一个反转的形态，因为那个时候看涨大盘嘛，后来确实涨了有盈利，但是没卖。后来大盘一直在涨，夸迪士尼在这个地方下跌。就昨天的时候，我倒觉得实际就是因为它是左侧，就昨天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形态，我害怕今天碰一下就再刷阴线就掉下去了，就买了个 put。买了个 put 相互对冲一下，那个 call 是买的九月份的， put 买到七月份，因为这个 implied volatility 嘛，即便下跌的话可以覆盖住那个还有盈利。结果呢今天就开始了，而且是在盘中的时候收到消息，一家公司受到一个利好的提振，在数字媒体方面，这个迪士尼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股，然后在盘中的时候就开始啪啪啪开始向上拉升，完了 put 也开始亏损了，然后靠也开始亏损，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个突然的这个一上涨，所以我今天就及时的把 put 就给平掉了，还是继续持有看涨期权。就看吧，迪士尼能不能反应过来。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最近仓位比较少，还是在以观望为主？我仓位倒是多，但是我就俩品种 ，SRGY 和 SCX， 就这俩品种。然后。三 D 一直盯着，觉得不错，觉得不错，但是呢，腾不下手来了，然后就先那么先持仓嘛，先持仓，然后对大盘还是保留我原来的看法。这金融板块一直在喊涨，也没涨起来。42块钱，24块钱 XLF 到了24块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进去试一下的，试一仓的。继续看涨，这个是金融板块后续。从最新的这个美联储官员们的表态上来看，再加上市场的概率分析的话，九月份够呛加息，我这个我还不能确定，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再看一下。昨天我把一些信息罗列了一下，好像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很小，但是有可能九月份就开始缩表。对，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如果缩表提前的话，因为大家都考虑一致性的是今年晚一点加息嘛，12月份加息。按照美联储讲话的这种鹰派的态度来看的话，不排除九月份呢、11月份、10月份这期间开始提前缩表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对金融板块还是利好，仍旧是看涨啊。包括昨天盘后的时候，这个昨天尾盘市场狂跌，主要是因为白宫发言人这个 Paul 他说，如果税改不合格的话，不通过的话，美联这个川普政府将无法完成就不干了，将无法完成3%的这个 GDP 增长，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吧。你们要支持我，你不支持我，我前期答应的事情全完了。他就把这责任赖在别人身上，半年过来了，他就是一看这个希望很渺茫了，那就说的哦，如果不然他，你要是不站在我这边的话，那大盘跌了可没你份儿。他就是实际上就这种感觉，就这种感觉。反正这是我的，咱们站在局外上去看那事儿。行了，再没有什么，今天没有什么重点了。ERX 这个是三倍看涨能源板块的股票。也差不多了，都差不多可以准备抄一下了。对，有反弹需求。行吧，那咱们就今天就这样吧。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现在正在积极的为实盘做准备啊，然后呢这个摩拳擦掌的，然后我这是热血沸腾，晚上都睡不着觉，在想到底看什么仓，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呢？很纠结，很纠结。那行，那咱们 VIP 的朋友呢，稍安勿躁啊，还有个两个星期，过完国庆节，咱们就能实时的啊。我估计 VIP 的朋友可能随时都能看啊，仓位怎么样？调出来之后就直接看了。如果要是不是 VIP 呢，可能也就是每周看看我们的持仓啊，这个最后的回报率啊，可能也都是这个啊。咱们看吧，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有意思啊，做股票。这样的话最带劲，最带劲。这个还有那个昨天沃老师也邀请，YouTube 那哥们儿一块儿参战啊。但是我看他昨天留言有点少，就留了一条，
我有点失望。坚持啊，坚持，这个万事就怕认真坚持啊，这个必须的啊，这个活到发言到老。行，那咱们今天呢，这个闲话少叙，我们回去也看看盘，分析分析啊，为这个下一步的工作呢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啊。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咱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